普通道场。我就是顺有余而报不足，余不被损，不足不被报了，那就是你讲讲圆满了啊。迄、那个时阵可以传道了。这罗度讲了说，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那么这众生当中化多方面要被我们感化了，那就是得道。那么最重要的不是外面众生，是内底主心众生，那嘛种很厉害啊！讲这个十种的众生啊，堕到乱生是啥？或者堕到乱生啊？堕到十生是啥？这是里面众生啊！啊，咱人的去掉什么行为，就是堕到什么生、啊。再传道没有办法去实行也，也传道出去，每一个都接受。那么要每一个如果不接受呢，那孔子要去自杀了，释迦牟尼佛也要去自杀、那没有办法。你要接受最好，你不接受我还是要修道，我还是要啊，不是说修道了，我要去吻合跟道一样，这是咱人的志啊。啊，那无啊，没办法，世间这么多人，有的要修，有的不修啊。那你要怎么办呢？这叫做不动道场。像那亲戚，我觉得道场，这个道场有外道场、里面的道场啊。咱这边呢，就讲都一开放，都一设佛堂的，这是外道场。内道场在咱的心内，啊，唔知后一个心香，啊，我虽然没办法到这个外道场去参拜，但是我心香具备了，咱的心香啊，我时时刻刻我在尊敬老母娘，在尊敬仙佛的这种心啊。佛说不可说。阿妈是用话讲不出来，这就是譬如讲讲人看着了，不是看无，就正讲那个讲佛说不可说，啊，不是看无，啊，只是不要说了。啊，你来看无，那就是佛说不可说。像刚才亲友讲，咱这个人你给人骗，咱这个人呢？还是不要说，你去预防，那要骗你的好啊，就安尼就好啊。你何必去跟他对待讲？你搞的我的，你对我安怎啊？我的对你安呐？那是当下讲，你来我往啊，啊，这是众生啊，啊，咱是咧学佛，有做佛啊，啊，有做佛是较早佛是下步安怎行？那么，咱即么应该安怎行？啊，这是咩？佛做佛的，所以佛佛法啊，安怎做叫下不乱？唔想佛拢得，但系戆戆当拢唔知啊。安迄就是叫做啥呢？啊，你看呢？那讲较好听，叫戆佛的啊。迄是圆空啊。其实佛真巧，伊个装着不知道。装着无巧安尼，爱护代替责备啊！咱就讲长，你讲呢？你上山要不要讲理啊？上山要讲什么？没有，没有准备，看到什么就讲什么啊！那你要不要讲理？没有讲理，啊，今年就跪下抱着佛堂啊，安尼。那么好的，你去把它。宣扬啊，阿那是有歹啊，你就用道理，或者是用道理是对一般的人讲啊，阿那是不，你用这个宣告或者是用道理两种去配合感化一个人是比较重要的。啊，用责备的人往往那么拍写灯受气啊，所以啊，
啊，那个知影会变心的，安那那就不要说了，啊，就变样。咱的法门应该爱啥？责备啊，嗯，这个爱护代替责备啊。啊，那就讲对着一个人的缺点，还是表现出很爱护你，啊，啊呢，啊，他有一天也用，我这样错，我应该要改了，啊。要把它改过，这是上乘法啦。因有像讲这个啊，用不言之教行未行的，还是有啦。啊，但是迄个时阵应该啦哈，迄个时阵就小可，甲那个要一个端机，可以去看啦。啊，迄就是小可个啊，唔免讲用到甲你折臂啊哈。这比较给你拍啊，啊不比这样，你给拍拍一把劲，啊！但是最好，虽然道理含万讲，要实行因的道行来，给拍拍啊，唔，卖去这个心肝头咧，那就是真正的道行嘛。啊，那是搁这个心肝头咧呀，那道道行又没有，那么这意思就是变作安呐，再去接近个心肝啦，那长下一股同款。你来我往，如果得得未过啊，是无能啊，是得得你未过，不是他不要抵抗啊。那么我跟你引他跟你讲啊，给予你手机啊，给予你妹呢，给予你讲，我做好点点啊。那是这看看心肝来，心肝大就变安来起啊。那么比如说，一位修者修住啊哈，修住了啊。人甲咱讲安怎？有，那是自己翻观主角去想，有我就改。如果没有，把它不当这回事，这只是高超的修道法。啊，我没有，你甲我讲，我也袂听，我也袂安怎啊，就不当一回事。不要说，我没有，你甲我讲，我就你来我往，甲又变成众生了啊！不把它当成这回事。因为我是修道者，你搞啊，讲我安啊，我都无。你搞我安怎？无要紧。老母娘有因果，再甲你看你搞啊，讲咧后日安怎啦？还不是高超的修道法？那是心的一个动念，一个念头呢，最好了。但是有时候，伊的心的出发点，那么譬如说了，恁这里个看，慢慢去把它提。会了，对山潭，在普光山的，甲以外的道场接近很早了，在普光山很少，我在发脾气了，因为安怎，因都是得修啊，就是咱的地主啊，爱应该爱顺顺善诱去给人感化，那么这就是啥，这就是叫做用法，对什么人应该怎么样，对什么人应该怎么样啊？这就是用法。那么，如果一个人，你那是甲看，对三盘教是吧？大概拢在安，迄就是伊个叫做实相啊。伊在做了啊，啊，电影在做啊，是电视啥拢在做，很多常常哈，我的团队没有把一个人发脾气呢，他马上就开播了，是不是？这是。进去的还是少之又少，不是没有了，少之又少了。不言之教啊，哈，不是随便可以去练。当然就讲三盘的主都了，啊，应该就是讲看到这主意，敢那亲像看囝那同款。囝咪是大人个，甲这比伊原来会起膜歹，啊，安尼主都变臭臭。许多人看知道看懂，但是还是疼他啊！这就是希望真正三盘的主主呢，是希望你改过安尼两呢，阿妈还是疼他，不是讲一个叫你受气哦，啊你受气还没对台做一受气啊，这是疼每一位修子安尼两呢，全部都没有事啊！你的受气我还是疼你。不受气还是疼你，
啊，这这这进来人应该讲，阿叔真是无较听什么人，啊，较安，我应该每一位都谈，除非起码就会多餐了，没有办法，这个多餐嘛是该结一点呢，迄、那个心嘛无三千哦，你哦你是多餐，出去叫车总是上好，嗯、啊，不会这样。